萨结跏趺趺，明月浮现寻潘玉石。下面这个四十四一句的起文啊，为普通一般参本方从前有一部分都有，两方参也有，只是说明讲话，我拜参以前啊，先祈求普贤菩萨来现身护持，所以第二一段四十四一句的起文。就是说明普贤菩萨的出现的嘅境况。有一菩萨结跏趺趺，有一位菩萨就是指这个普贤菩萨结跏趺趺，就是腿盘起来，跏趺趺趺就两只脚盘起来，就松跏趺，就是盘松盘盘趺坐垫的菩萨。这个菩萨那么个名呢？明月普贤就是普贤菩萨，这个神神像是用个什么呢？神拍肉神，这个身体啊就是显拍的，像拍肉一样的鬼神显拍不是现在一般发普贤菩萨的像啊，也无可能讲啊发神显拍啦，因为发像如果发神显拍看起来无色彩，好像是自己弹跳，所以现在都是叫普通一般的菩萨像的法法。作像往往都是上金的，也不是拍的啦，本来这个神像是拍玉石，显示自己的亲像的善法，世俗世间一切的善法完全都出在究竟圆满的功德，所以就是神拍玉石拍表示善法。佛经上啊往往把那个黑拍表示善恶，恶就是黑无的色表示恶法，拍的色表示善法。普贤菩萨鬼神写拍的色子，佮显示几个善法七大究竟圆满，所以就是拍玉色的身体。是种光，是种色，全是有光明，光明的种类千多，是种很多每一个光明都有许多个色目，多到五十种个色目，就是每一光有五十种色，五十光中一光有五十种色，就是五十种光，五十种色，也说明菩萨的神像光明。以为香港用这个光明做这个江香作为个眼光，香啊指这个江景，江景。菩萨的相吼，镜头跳跳那呢，人人一看啊，这是为是香港，从这个镜头跳啊上，人人一看，这眼光啊，就为是香港。那给那个面都镜头，周围的眼光啊，香港的眼光啊，都是按那个事情，就是有五十种光，五十种色。身诸魔空，流出金光，全身的身体啊。魔孔就是魔管每一条魔的魔管管就是孔啦每一个魔管上啊都会放出光明，流出就是放出这个前向的光明，光明都是金色的，金光灿烂，流出金光，其金光灯无量无量法佛诸法菩萨以为见受，金光之灯就是讲个放出来个光明个每一项啊，每一场个短视项，每一项光明个每一段项啊，就会显出千多个佛像乃至光明中也一样显佛像，佛像千多，唔系一尊两尊，无量法佛，无量无边个发现个佛像，在那个光明中显现出来，也有千多发现个菩萨诸法菩萨，诸在多呀。仍然是无量的意思，千多个菩萨也发现在这个光中，菩萨为佛的见受佛的见受就是菩萨，所以诸太菩萨发现在光中来做诸佛的见受，所以以为见受，以菩萨为佛的见受，所以每一尊佛的身边都有千多菩萨，安详其菩萨
就是讲普贤菩萨来一个拜忏的土藏的时间啊，从虚空中啊起铺而来，起铺就是慢铺，安详就轻吃菜，去起吃有吃菜啊，慢慢一步一步停空啊，从虚空中就来啊。佢来的素材呢，处处都有千多的，从天上落下千多花来啊，来供养佢，所以五台宝花，也在意思托起上，五就是落啊。从虚空中落等下来，就是五啊，就是从虚空中落了千多中波所成的法啊，比方讲，拍莲花往种种的莲花啊，乃至各种的法从虚空中落下来啊，都表示啊供养那个普贤菩萨啊，落下千多的法来来供养普贤菩萨的意思。那佮行的来那边呢，是行扎前。行者就是拜忏的人，拜忏的人，知就是道。普贤菩萨从空中慢慢一步一步安详自在行的了啊，一路虚空中落等真多的法来供养佢。那佢来到那个修行拜忏的人的面前哈，修行成功呢，很多很正在修行的时间，很多行，通人人都行，所以坐两边。拜忏嘛是真在修行，还望五千神丘，你要应当托行者，莫托轻者，托行者。知行者前就来到拜忏的人的面前，就是讲普贤菩萨来到拜忏的人的面前。普贤菩萨来的时间，大体都是起笑，所以平常有两句话讲：文殊菩萨起时子，普贤菩萨起相王。啊，普贤菩萨是起相王来，相行最吃菜，所以表示普贤菩萨的太行啊，所以佮起相来。那佮起的相呢，起起奇妙，起相开口，以相牙上，主持玉，古乐弦歌，其声美妙。赞叹太深一世之托，那一托呢，就是说明，普贤菩萨所起的相，个相的变化的起起的情形，啊，那一托文呢，我加了个华严经的显殊品的起相，来说明就比较容易明白，啊，不过华严经。显殊品所讲的起相呢，是指地识天王的相王的变化。现在你还会是讲普贤菩萨起的相王，用的啊用途莫重要，它内容啊解释这个相啊啊保持用古恶言歌，内容就差不多重要，会加了个起相来说明。所以华严经显殊品上有个起相讲，看那个无边上有写。是提梵音有相王，必得天主欲行时，此法作头三十年，一日六牙皆起足，一日牙上七尺水，秦腔响结胆人满，一日秦腔池水中，各七莲花妙岩石，必诸岩石莲花上，各各有七田玉。十三几年周中乐，以地识相乐。第二团文家来，解释地下托呀，七句话啊，前五句就是起相开口到起上面没有一个文字啊，就比较容易明白。让文讲起相开口，以相牙上就有主持用五谷木显果呢，因为个相啊会变化，个相本来是一只头呐。一只头天天，但是几位显出第二种的微妙变化的时间呢？一只头会变三十二只头，三十二只头，每一个头啊都有六级牙齿，镶的牙是最美丽的啦啊！所以这个镶王啊，几次噶一只头会变作三十二只头啊，每一只头啊都有六级牙齿。镶的牙是最美丽，一日六牙皆起足，一日镶头都有六颗牙齿，三十二只头各各有六牙。
因牙上有些齿髓，真奇怪，这个牙齿的尖端方啊，会显出这个七宝莲齿，七宝齿，七宝齿底部有水慢慢，一个白红的水慢慢，清腔响嘅胆人们，一个水去清腔去响啊，胆就是清，水胆清，胆人就是讲水啊，清清楚个味。慢慢在那个七宝池上，然后接到世界的七宝莲池供养，清腔响结就是八德其中的两种。以清腔池水中各式莲花没有颜色，每一个清腔水上啊都有莲花啊，水池上有莲花，莲花都有七朵，有七蕊莲花，起起美妙庄严，起起啊装饰都非常庄严啊，每一个莲花上啊。起起庄严装饰的莲花上，比如颜色莲花上，上面上啊，各个有七田玉五，一个宝池上啊，有七蕊莲花，每一个莲花上面有七个田上的玉五，非常美丽的玉五。那就是讲，一个上头变三十米只头，每一只头有六根牙齿，每一根牙齿上上面有七只宝池啊，每一个宝池上。有七蕊莲花，每一蕊莲花上面有七个田玉五，一个玉五呢，十三技艺奏中乐，种种的音乐的技艺，佮都非常通达啊，会奏出种种的音乐了啊。那俩就是说明讲嘛，其上开口，以上牙上主持玉五古乐弦歌，其上美妙，这俩一段气氛呐、啊，就可以明白，就是像会变化进到头。而一个头啊，有六根牙齿，那么一个牙齿上有七宝莲齿，莲齿上有莲花，莲花上有玉，为奏乐，按那个意思。但普贤菩萨起个相来，是没有按那个变化呢？最大限度一个相头，虽然没变成三十米相头来讲，其一个相啊有六根牙齿，每根牙齿上有变成牙尖上显出七个莲齿。池上底部慢慢的水，水上有七朵莲花，花上有七田玉五，两个情形都是重要，有重要，只是头有变三十米，没变三十米，按你差别听听。中间没变三十米头，这一个头也是有按你个情形。那么奏出的音乐啊非常美妙，所以讲古乐弦歌其上美妙，唔系单唱好弹，嗓啊有个说法。上音中就有种种的发音啊，所以讲赞叹太深一时之托。用五所这个发音嘛，唔系普通的鼓声，系说法的事啊。赞叹太深佛法，一声是相的妙托，一时就是一声是相。法经所讲诸法是相的妙理，一声是相的微妙的托理啊。独从这个乐声上表现出来清清楚楚，也就是说明普贤菩萨来的时间所起的相望，现出的种种变化，同时啊，用所出的乐声啊，就是种种的法音，说明太深佛法也诸法实相的妙道。行者见已，欢喜尽离。行者，拜忏文言。拜忏文言看到普贤菩萨出现来扶持他，欢喜敬礼，非常的欢喜，恭敬当礼普贤菩萨。哦，看到普贤菩萨出现，那是非常难得，极不容易啊！能够拜忏拜到普贤菩萨出现，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非常欢喜恭敬礼拜。复见托胸深沉经典，同时呢，应当要托胸啊，太深。嘅深沉嘅经典，比如讲《法华经》《华严经》等等，一个太深经典，都应当常常读诵，才能体悟一时之道。同时，应当要诸遍礼拜十方诸佛，遍礼十方无量法佛，礼多宝佛塔，及释迦牟尼，遍礼普贤诸太菩萨，念一叹文。从法华经上来，根据法华经的意义啊，写了一段文。你就是出在妙法莲华经的见菩提品啊，多宝佛塔出现的见菩提品啊，一个
离多宝佛塔，多宝佛塔就是法华经卷第四行啊，有卷宝塔品第十四。当时佛正在灵山说法华经的时间，突然间有一个宝塔出现啊，宝塔底部都有一尊高希佛，就是多宝佛坐在宝塔上啊，赞叹释迦牟尼佛善能说法华经啊。所以后来释迦牟尼佛也坐在宝塔上，老了的多宝佛品坐，通坐在宝塔上。当时我开他们的时间，有十方的释迦牟尼佛的化身诸佛，无量化佛呢，就是我开宝塔的时间，显示十方世界的分身释迦牟尼佛。所以当时释迦世尊现神通三遍普天，把十方世界的经过三番变化变成合成为一个太世界，十方世界的变化的释迦牟尼佛化身统统都栖息在这个灵山会上。所以这就是无量化佛啊，这就是十方分身诸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分身佛，各个有名。来到灵山会上啊，证明释迦世尊说法华经，多宝佛的佛塔也出现在这所在。所以当时拜忏的人呢，应当啊，同时也要礼拜十方的无量无边栖息在灵山会上的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佛。所以讲，遍礼十方无量化佛，遍就逐遍，逐遍礼拜十方无量无边的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佛，并礼拜多宝佛的宝塔。所以讲，礼多宝佛塔，礼就是拜，礼拜多宝佛的宝塔。灵山会上，当时释迦佛说法华经的时间，宝塔多宝佛塔出现啊，那么应当也要礼拜多宝佛塔。keep 释迦牟尼，keep 是宾接，宾接也要礼拜哪两个高祖说法祖释迦牟尼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说法祖高祖啊，出现在两千多年前。遍礼普贤，同时也要礼拜普贤菩萨啊，也会加倍扶持拜忏的人给太菩萨，并且所有灵山会上啊，所有的太菩萨、主太菩萨、许多的太菩萨，统统一一都应当礼拜。那礼拜呀，主太菩萨的时间，拜佛菩萨的时间，我按来发念，发誓誓念，愿我修佛。因见普贤，念尊者遍及是我色身。拜忏的人应当按来发念，啊，是就是念的结听意，结听按来说，那就为之是是念，那个念发出来结听叫做，那为之是念。拜忏的人发那个是念，善要那过去生有修有福的。啊，老普贤菩萨嘅有言，若我修佛，我拜忏的人是成，善要我拜忏的人修就是过去，我过去生如果中道有福的，老普贤菩萨有言，那我今晚嘅拜忏应当能够见到普贤菩萨。念尊者遍及是我色身，念希望，希望我最尊崇的两位菩萨。尊者遍及，遍及就是普贤菩萨的意义，普贤有得地方一座遍及，一座遍及菩萨，遍及菩萨就是普贤菩萨，普就是遍，贤就是及，遍及就是普贤，那希望普贤菩萨，念尊者遍及就是希望普贤菩萨能实现几个色身呐，不碍来。啊，怎样礼拜是我色身，实现普贤菩萨啊个殊胜的庄严的色相的身体，本来能够亲眼看见，当礼膜拜是我色身，莫看错讲嘛啊，还是外界色身，没按那个意思，就是讲希望普贤菩萨实现出几个庄严色相的身体。啊，所谓审判肉色的庄严色相的神体，不爱的礼拜，不爱的怎样，就是魔色神啊，实现色神的不爱礼拜就是了。第二就是应当跪在佛菩萨前，
念上面的文字啊，念就是一方面要做官，希望啊普贤菩萨能够现前来帮我张扬礼拜，扶持我离参的功德能够圆满成就。然后讲起了当礼三宝，礼拜是奉三宝，所以一心当礼是方法给上出佛，一心当礼是方法给上出啊，应当是三基督供养的，先拜佛，听一拜法。第三拜神，所以第一一心当礼是方法给上出佛，第二是一心当礼是方法给上出法，第三是一心当礼是方法给上出神，转入其心啊，恭敬当礼，五体投地当礼，礼拜是方法给从无量无边的诸佛、无量无边的尊法、无量无边的圣神上出在十方世界来突发众生的三宝。现在要拜忏以前，先恭恭敬敬呐礼拜佛法神三宝。你就是先礼佛，就普贤菩萨的十太愿，一扎礼敬诸佛。听你就先礼佛、礼三宝，然后啊就要供养啊，要赞叹，要供养。下面就是先供养，用香法来表示供养。施主中等各各福馈。念持香法依法供养，拜忏一个每一个人，请多人向下拜，就用四祖中等各个福馈，各个每一个人都要馈到馈的福馈，本来老常馈无穷养。现在我们睇下普通一般的馈啊，两只七头馈落去，很多常馈常。愧福愧啊，欺骗的妇人的愧，像愧一扎石头，愧一扎石头。大家过以前看过做戏哈，个做戏的愧啊哈，左脚个石头愧落去，右脚无愧啊，愧一扎石头，叫做福愧。从前欺骗一代欺骗的人的愧啊，都是福愧。你看那个南传佛教的相方啊，也有按那个愧色。就是一扎脚跪落去，一扎脚冇跪，然后就俯跪。两位虽然讲俯跪啊，在我哋中国佛教嘅习惯哈，冇用俯跪，冇用俯跪，俯跪已经不成习惯啦。现在普通一般嘅习惯都是用长跪，两扎七条跪落去啊。跪到做乜嘅呢？跪到我哋用香法呀，供养三宝，念持香法，依法供养。念是庄严，持就是拿的，庄严恭敬受持何香何法，来按照拜忏的规矩，一点不可闯误，依法照规照矩，供养十方三宝。也是多人向下拜，将念讲施主中等各个福馈，两句是自家一个人拜，自家一个人修行拜。不是用中等，也不是用四祖中等，也不是用各个，也不必用福馈，只有一句话可以临时变通啊，梯子常馈啊，我就馈了去啊，梯子常馈，念持香法，依法供养，也做得啊。非常的两句完全不是念，只念后面两句，自家一个人修行啊，前两句不是念。念持香法，依法供养，按你作相也可以做的，分享出上也可以做的。太宗劝修，做主的人怎样讲话？施主中等，各个福馈，念持香法，依法供养。应当每一个拜忏的人，手都要拿香法，分拿香，分拿法，表示供养。但现在普通一般呢，只是做按你念嘛，没按你做啊。甚至做主的人虽然讲讲念持香法依法供养，既也无拿法也无拿香，就是拿个有灵的力量哎，力量啊力量啊，基本上也无供养，也就是是在无教托里做了，应当该该都要拿香法供养。下面的起香，七十四个起香哈，本来唔应该嘅，我心中感想，拿香法拿定哈，我做十去了。
最后下面的文字感想，现在都是叮叮当当跟冲一样的哦，也应当是心中感想啊，感想讲念是想法，变是方，以为美妙光明的念就是期望，期望来书上说那个想法，主变是方是个啊中央祝福，都会变成自己有美奥妙的光明舞台，才是方是个中央祝福。诸天音乐天宝上，诸天后山天宝仪，所有从天上按美妙的音乐，按好的响，表示尊贵到自己了。现在哪个是世间法呢？他还希望能够那音响、观响都变成天上的音乐，天上的宝响。诸天后山，后山就是音色，是个东西。好色的东西，好山，好，关于都有，都有，合法都好，好，好山，好山，好山呐、啊，好是菜，山是米饭类，就是菜饭饮食，世间的饮食跟亲戚的饮食呢，拿来供养三宝，就是讲我这个想法就会变成无量无边的饮食来供养三宝，还又有衣服供养。天宝仪会现出种种天上美妙的宝仪呀，啊，就是布幔之类，中央是方三宝。不可思议妙法成，一一成出一切成，一一成出一切法，现转无碍无障碍。要观想讲每一个想法，像一点迷尘，现出无量无边的想法，无穷无尽。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按那个美妙的佛法啊，使令到我所那个想法变成迷尘，按到无穷无尽，都是方世界中央祝福。每一个迷尘数的想法之中啊，又出现一切的迷尘数无穷无尽的想法，一一迷尘都能出一切法，一个法是所有的供品，并一切的法音啊。都显转在十方世界，显主显啊，主显转转在十方世界，无穷无尽，无有障碍，供养十方三宝，起起庄严，福庄严，就是讲嘛，福相庄生严立十方世界的富贵，编制十方三宝前，十方法界三宝前。主边都是方世界的护法神三宝的面前，是方法界的三宝面前，爱都一一现身呐、啊，来供养，在需要我身受供养。是方法界所有的护法神三宝的面前，都现出有爱的身体，就是一个身体变作无穷无尽的身体，都在是方三宝面前修了个想法供养，一一解释变法界，每一个身体都主边是方法界供养无量诸佛。比比无差无障碍，也就是事无碍法界，每一个思想彼此互相无碍，不会复差，起起清楚，没有障碍，主边是方中央主佛，亲未来之造福事，不会像根本的中央，亲未来之爱都会按你想法中央做福事，中央主佛，就是法人跟普人行人品，提升中央的中央的意义，里面所讲的详细的道理。独裁两位用这个气象表示出来，作案这个观想，普寻法界诸众生，梦寻解法菩提心，同一无神真佛智，那个相应普遍全心释放法界一切众生，所有六凡法界的众生，梦受到那个相应的全心，统统都不发菩提心，都晓得依法修行，都来修这个忏悔法门，都能得到啊离苦得乐。同一无神真佛智，大家都清净到无神的身果，没有神识了脱神识，所以无神就是指真理，就是一生是相的真理，该该都能证到无神的真理，清净到覆盖无上的智慧，佛智就是一切众智，希望一切众生都同证菩提，同神佛智，上面的道理清楚，而参考。法人跟普人行人品，第三讲受供养，拿来对着佢嚟讲，啊，将来就明白，要按嚟作讲，就是拜忏以前向法供养啊，按嚟作讲，开灯在佛前啊，手拿向法，开灯就咁样作讲，把啲一团文字啊，我拿来讲的结束，作讲一遍，然后啊，将念下面的经文，下面的文字。
下面念词想法用五十几啊，张黑念个五十四一几啊，你还张我念出啥？上面七十四一几五十念出啥？只有心中作感，众人感悟出来，心中没念一遍也好啊，也可以做的。那下面的文字就要念出啥？念词想法用遍满是佛界，供养一切佛，尊法主菩萨。爱念希望讲话爱说那个想法变成无量无边的云彩，供养都是佛世界，主遍满是佛世界，供养一切诸佛，乃至一切法、一切菩萨和尊法主菩萨，无边声闻中一切的声闻阿罗汉啊，乃至诸佛已经来到供养。给一切天仙，并给一切个天上人间的啊个圣贤，以及修仙的仙人，那也同样供养着。以是光明台，故而无边界。也该想法都会变化到光明宝台啊，超过在十方世界无穷无尽啊，所以为之故而无边界。无边佛土中受用造佛事，无量无边的诸佛国土之中，那个祥云都变满啊，供养诸佛，十方诸佛都同来受用，做种种的佛事，普化众生，普劝诸众生皆发菩提心。那所有的香烟呢，都能熏习一切众生，都晓得从此啊发菩提心嘛，而依法修好。本来普通一般的参本啊，受那香法，显烟烟是香法用，一个烟是香法用的本是显烟。念佛的啊，将作下面的感想，将作上面的念思想法，便是佛的感想。感想啊，是把那个五十个念完以后将作感。他两位啊，唔定两万个便是作感才前念才后，应当是先念，念佛将作感。因为那个五十个就是七十个的重述。五十句简略，七十句详细，是把五十句念完以后，就了安尼去作观，用七十句来作观的是。可是现在那个文字啊，是反过来，可能从前变的时间了，发生了种个情况，他俩唔会误他说不是变的，也个拜忏前的仪式呢，后面变的，所以发生了种个情形，两方忏也很重要。伊阿个记着念佛，观想了以后就起了，放起了，应当就是善法，或者香插在香炉上，或者法放在那个法瓶上啊。然后呢，祈祷在下面讲起立念缘，上面都是可以的啊。多念非常放起了，祈祷合掌念下面的祈文，有两首祈颂，永念甚奇妙，光明。就是佛，我是陈永阳，今复返青春。另一首曲啊，是出在《法华经》的第六卷《药王菩萨本师品》的素材。《药王菩萨本师品》是第一十三品，《法华经》一十八品，第六卷第一十三品，按照《药王菩萨本师品》。药王菩萨身啊，受身。延伸供养佛啊，然后又转身倒转来听一次再供养佛啊，所以听一次又转身倒转来供养佛的时间，因为那个佛弟前面已经供养过了，现在是听一次供养又再过来供养，所以这个提醒赞佛讲永远生奇妙，永远佛的容貌颜色，佛的相貌，极其稀奇奥妙，就是挺庄严。佛的相貌庄严，同时又光明周边是方舟耀，光明就是方。佛的光明普照是方世界，这两句话是赞叹佛的功德，相合庄严，还有光明。我是陈永阳，这个十字本来是弟子，念音是弟子，也被读作神呢。表示讲啊，前面是供养过，诶，比如讲，我呢个地方系食来过，啊，挨桥下张来过，诶，我食曾供养，就讲啊，挨前面啊，第一次受身以前，挨曾供养过佛，呢个正是都平常都曾，曾就是食，
乃是曾供养过啊，我是一个仰望菩萨的前身啊所讲的话。讲话佛乃前身已经曾供养过，乃今有转生多转来听一次今复返请求，今以后乃有转生多转来听一次再来请求佛。所以讲我是曾供养。金佛凡情春，如果你要详细点呢，八法华经啊，第六节药王菩萨本师品啊，人生供养以后，这个转身多转来见佛啊，赞佛的气象哈，就是有点刺激，所以呢啊，刺激起出在药王菩萨本师品，下面又有刺激，身住天中王，驾临平阶上，外面众神长，我等敬敬礼。两世纪啊，又出在《法华经》的第三卷，《法华经》第三卷《法上一品》第七，第七品是《法上一品》。《法上一品》方啊，佛讲话过去无量劫前有太统之身佛出现世间，那太统之身佛成佛的时间啊，方讲就是方世界，那东西南北四位上下的太上天王都来供养。当时东南方的无量无边的太上天王来到太统之身佛面前供养佛的时间，赞佛的有点艺术气象，赞佛的气象正常，他有点艺术气象，点艺术气象就是出在东南方太上天王赞佛的气象哈，因为点气象正好，所以后人又来说了为赞叹佛，身住天中王，身住是佛。佛为天中天，身中身啊，为一切天一天中究竟自在的佛果，就称为天中王，王者自在呢，唔系同学的意思。身主，因为佛是身中身，为一切身影的主人，所以称为身主之佛。假林平阶上，赞佛说法的音声美妙，假林平阶印度法。凡中国法啊，没有上啊，然后没有音，就是假林平阶一种调诶。你看，种调诶个音上清好，讲了个调诶，我一出生的时候才乱学读行啊，该乱读读一嘴啊开吼，这个声出来吼，就非常和谐的声，超过一切音上。那佛个音上比了个假林平阶个音上更好。默默的吟唱何来赞叹佛的殊胜，所以用假林平阶的吟唱最殊胜啊，来表示佛的吟唱胜过假林平阶前面一批的法音，所以说假林平阶上，假林平阶上就是赞佛说法的吟唱殊胜啊，所以佛有八音说法极其美妙。外面众神长，我等敬敬礼，佛最为慈悲。爱就是悲伤众生呐、啊，欲脱受苦唔得解脱，所以有个悲伤嘅意义。悯怜悯，怜悯众生呐、啊，参与个三界欲脱唔得解脱，尤其在三摩脱受苦，所以佛为最慈悲怜悯众生，尤其希望众生呐、啊、都人人得到解脱，佛为最爱悯一切众生嘅生长。所以我等敬敬礼，我是当时东南方的太上天王中两头的第一位梵王，等着带着其他冲下来的无量无边的太上天王，今天下都来恭敬礼拜太统之身佛，他本来是敬礼太统之身佛，他现在两个气胸啊，拿来加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并释放诸佛，并诸太菩萨，所以第二一段气象呢，就是赞佛，赞佛，赞佛的气象，听一首气象当然是亲合拜忏文言的意思啦。但听一首气象讲，我是陈永阳，金佛凡情春。药王菩萨当时前身曾供养过，后来转身再来供养，第一次供养，他讲我是曾供养，见佛凡情春，这是亲合式咯。但是我的拜忏的人啊，要么用两两句话，会合得多呢？我的大家还没过去有供养过佛呢，合得多。
用得着。过去你是魔中善经，三宝门中魔中有善经，魔老三宝结缘，那你今生你也不晓得学佛，你也今不晓得来拜忏，今生晓得学佛又晓得拜忏修行，那必定你过去生啊曾亲近过三宝，你在三宝门中成中善经，成结缘，所以因此你今生将晓得来拜忏，晓得来供养，所以这个我是成供养，阿弥陀佛都用得着，都合适。阿弥陀佛过去生，阿弥陀佛一听过去生成亲近三宝，家庭不曾亲近过三宝，今生你会见佛都难。众人谈到佛法，你也未必能够升起信心。所以大家都是啊，《金刚经》所讲的，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所众善经，乃以无量千万佛所众种善经，所以才能够闻到佛法。过去只有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面前众过善经，这就是成供养过三宝，就成供养佛，两句话就用得着。如果有供养无量千万诸佛，那当然是更可以了，更合适了。因此之故，我是曾供养金佛返青春，两句话，阿弥陀佛都用得着，都是合适，都可以，不会做不得。那么明白两个道理呢，那就直接说，哦，我金佛要供养三宝啊，七家就会去做，去观想，啊，作念，说我真幸福，真庆幸我今生啊得到佛法的修行，那我过去生必定在三宝门中啊，种过善根结果缘。家庭过去生在三宝门中，还没种过善根没结缘，今生没可能啊，遇到佛法又来学佛修行种善根结善缘，又来晓得修这个禅法。所以由此呢，通了第二个战佛的气象，也要升起欢喜心。此经的心，千千喺我今生啊，得到见到佛法，所以大家我升起了个此经的心，千千今生得依佛法的心，哇，真难得，我真有福报，今生得到佛法，哦，又来继续修行，我唔好空过了一生，今生来到了个宝山啊，绝对唔好空回首，如果今生啊，前到宝山空回首啊。一世人生万劫难，今生来到这个宝山乡，不晓得起步回去，又空手回去啊！那将来呢，一世人生啊，万劫难复。所以，托到这个气象，更要发心，要努力精进修学佛法。普通一般就是顺从文思啊，啊，冲冲大大哦，大大冲冲就冲过去就算了，唔的意思。不晓得作干，也不晓得勤恳。其实你个气象托起来，我勤恳自家，我发心，哇，真难得！啊，今日就赞叹三宝，就是过去有善行，那我唔好忘记他，我过去所发的心，我要更努力精进，唔好空过了个时光，要更努力进修，希望能够差点一生得到解脱，得到啊往生富贵。我要发你个心愿。该怎能够得到真实利益？在普通一般，只晓得托香拜忏，但那种的意义唔低，唔晓作干，得受用唔多，得利益唔多。众人礼拜啊，只是种一点点的世间福德，种一下世间的福德，天天得太受用唔多。而你明白这个道理，晓得好好用功去修行礼拜。作官那就得太殊用，所以强人拜忏嘛，唔当自家拜，你自家认真努力认真去拜，该怎系自家嘅，怎能够得到真实殊用？啊，强人拜虽然也有功德，殊用就有限，得福天天，而得真实嘅利益得唔多。而且普通一般往往啊，只是强人拜强人相，自家莫名其妙啊，根本唔得拜忏个意义，连天拜都冇，安尼个呀，根本冇办法获得到利益，只是种种善根结结缘，能够种善根结善缘，已经算不错，也算好了。但是世间上往往啊，有一种啊，并唔系真实发心拜忏啊。
以一种副作用的方式，那就是更可怜了啊。关于第二种法啊，都是五年一度讲。那么上面的文字啊，都是拜忏的开始。拜忏的开始呢，事先的一批的仪轨。